大家好久不见，又是我哈雷蜜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啊，好久没有看到日本药妆介绍，觉得很想念我呢？没错，我又来到东京啦。我要来这边是新宿的大国药妆店，帮大家挖一些厉害的宝贝。第一个商品是很厉害的抽取式面膜，就是它。你们一定想说，这个东西去年就介绍过了，干嘛还拿出来骗人？没有，去年的确造成你们抢购的是它，没错。但它今年出了一个全新版本，姜姜，这个是添加优格、奇异果还有杏桃萃取物的甜心口味面膜，而且它的用法跟之前的一样，就是你早上起床之后，你只要抽一片，它就可以达成你洗脸跟保湿所有的功用，超级厉害。然后它里面有添加优格的关系，所以这一款还添加了美白的成分，比之前的等于是更加升级。它竟然还有出小包装版本呢，姜。第二个要介绍的必备脸部保养品就是它，它是 Cosme 的第一名，它在今年卖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它厉害的点在于，它除了可以帮你做你的皮肤保湿之外，它还可以帮你去角质，等于你用这一块肥皂，你就不用再用去角质的东西，它直接里面有含那个桃子萃取的去角质粉，所以你边洗脸的同时，等于可以边去角质。而且它这边有写哦，如果你皮肤有暗沉的问题，它就可以帮你透白净亮，让你皮肤看起来更透亮。这个第三样要介绍的商品，各国女生都有一个困扰，就是会有黑头粉刺的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非常难根治，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解决。没错，所以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叫做 Juso Kuro， 大家记得 Juso 这个字吗？以前教过哦，它就是小苏打粉的意思。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添加小苏打粉呢？让你直接涂在你的鼻子上，然后就会浮出泡泡，然后它就会把你的黑头粉刺从鼻孔，不是鼻孔，是毛孔里面带出来，然后就溶解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以前不是都会用妙鼻贴，或者是用挤粉刺、挤粉刺棒的方式在挤你的黑头嘛？但那其实非常伤你的毛孔，你的毛孔会越来越粗大。但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伤你的肌肤跟毛孔，因为它很温和的涂在你的鼻子上之后，过了两分钟，它就开始起泡，然后你的鼻子就会一干二净。好啦，今天哈雷蜜要介绍的三样脸部经典保养品，来日本药妆2018必买的就是这三样。如果你们有来日本逛街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今年一定要买这三个商品，不买你就是等于没来过日本药妆店啦。好啦，拜拜。